但是问题是这样，我投永辉的时候没腾讯根本就没进来，我是06年底就投了永辉了，他们最近才投嘛。06年投的，当时我们投永辉的时候，永辉还很小的，只有20个店，每个店都是亏损的。但是我就是因为薛宁总讲的那个合伙人再加赛马打动了我，我觉得他真的很洞察人性，然后我们就很快决策了。我们是第一个投的嘛，我们跟薛宁总一起投的，算是创始的，就是这个第一轮吧。然后过了大概一年多以后，腾讯才进来的，当然成立了他战略价值了。我们跟腾讯合作也很愉快，比如说在京东上跟他们也合作，在那个大众点评他们也投了，就是我们先投他后投的嘛。然后美团是我很早就投了，我是先是12年的时候就投了大众点评，投大众点评，那大众点评不是跟美团打输掉了，把它合掉了嘛？然后我们投了很久，然后腾讯才投的，这样子。因为他们比较牛掰啊，就挑最好的公司啊，有时候好公司在我们手上，他们就进来。但我们也是很欢迎腾讯，因为毕竟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 partner。第一，我觉得他们，真的是让创始人说算，这一点很不一样。他们是真的是赋能的，就是让创始人说算。第二，他们真的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流量，就这两点都还是蛮有价值的。当然，最爱还是巴菲特了。就巴菲特有一个叫《The Making American Capitalist》那本书，我觉得很好。然后，当然，如果你真的那个，就是把他年报全部读一遍就好了。把巴菲特的年报全部读一遍，我觉得是最有收获的。然后，查理芒格那本书，就《穷查理年鉴》也很好。这是两本我，如果你叫我推荐做投资的角度，我觉得这两本最好的书了。运动一个星期大概两次，我希望能到四次，但是基本上都不能坚持，就是两次左右吧。然后reading 读书，每天是每天做，所以特别感谢维达利，我是从他那学来的。